你有许多期望，你要常常称赞别人，男孩子啊，照顾好弟弟和妹妹啊。但成长路上谁没有障碍，对吧？多一点时间，有没有小菜？多一点示范，多一点耐心。小孩子还是慢慢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慢慢来吧。让等待再多点儿，让孩子慢慢长大。太棒了，太棒了 ！Give me back。每周五晚10点，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，爸爸去哪儿？